时间喺呢个3月10日晚上7:45喺个市龙夜市咧，所见到咧依然系小贩喺度摆卖，亦都有啲游人喺度买嘢嘅。咁虽然香港政府已经去对泰国发出呢个红色嘅旅游警报，咁但系暂时咧喺呢度嘅市面系咧就仲未有任何嘅影响嘅，因为今日都只不过系10日。嚟緊11日、12日、13日同埋14日嘅情況又會係點咧？葵聰將會繼續喺度為大家報導。